的建造的，它是非常的神圣的，所以叫圣所，并不像一般的房屋那样，或者是添置些家具，举行些什么活动。这里面呢，有着痕迹。虽然今天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会母丈母圣所圣殿，但就是对在教会里面的敬聚会等等的事呢，还是有许多的教训，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。我们可以以历史的角度，以及圣所的预表的方面，